Hi， 大家好，系我 Grace， 欢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咁今日咧，我好兴奋啊！今日嘅片我真系好兴奋，因为今日我会打边炉，系我第一次打边炉。唔好意思啊，我迟到啦，所以我赶时间出面口，所以我唔可以喺屋企拍呢个 intro， 所以我喺外面拍啊。但系唔紧要啦，我成日会睇香港嘅电视剧或者电影或者 YouTube 嘅片，同埋我会睇人打边炉，但系其实我未打过。同埋我觉得如果你出去打边炉，有好多中式嘅边炉，但系其实港式嘅边炉比较少，所以今日阿旭约我打港式嘅边炉，同埋我真系好兴奋啦。咁我而家去一间中国嘅超市，所以我哋会买嘢， 跟住喺屋企煮，咁我哋行啦。咁我哋而家喺边啊？我哋而家喺中超买餸打边炉。耶！咁我哋而家拣紧一啲餸，睇下阿 Grace 有冇见过，即系或者平时会唔会食？呢个你，但系你平时如果夜晚揸到晚饭都唔会买嘅食。唔会。咁固唔会咯。唔会。跟住我哋再拎。呢个你知唔知系咩啊？唔知。呢个系莲藕。 莲藕系莲藕，我可以莲藕，系咁样叫莲藕。咁佢系个 texture 好得意，好爽爽脆脆。你阵间可以试下嘅。OK， 我哋拣一个靓啲。呢啲菜亦都系你比较少见，系白菜。白菜。系啦。系啊，我未食过。因为平时例如外国人食、英国人食菜，可能食生菜噶嘛。嗯。呢啲就少见，呢啲一定要煮嚟食先好食。所以我哋可以打边度试下。OK。呢个冇食噶系嘛？冇。呢个系萝卜。萝卜。平时我哋都会食。可能萝卜糕系咪？系啦系啦，就呢个，佢一个白色嘅萝卜，你都可以试下俾你试下。佢原本个样系咁样嘅，佢原本呢个样嘅，佢已经系搞掂，即系系啦，呢个就系原本个样，好少见系嘛？ 咁我哋而家买完嘢食啊，同埋而家翻屋企，系啦，翻屋企打边炉，阿妈系啦，阿妈 Grace 已经系好多嘢都未见过，亦都唔知系未食过，咁所以非常之期待，好期待，耶！你哋睇下我哋买咗啲咩啊？我觉得 全部嘢我未食过，但系有啲嘢我有见过，譬如呢个鱼蛋我有见过，但系未食过，未见过，又见过，未见过，未见过。哇！呢一即系例如呢一个系用咩做啊？吓，系啦，因为写住咗。跟住呢啲咧，你系啊，我觉得呢个系 fried bean curd stick。 Bean curd 系咪豆腐？我唔知。系啊，so oh my gosh， 同埋呢个 soybean roll， 有好多嘢我真系唔知系咩，但系呢个豆腐 pot 我有食过，系啊，我好有兴趣啊。而家喺度切紧，呢个叫咩啊？唔知系咪萝卜？系啊，哇，辛苦晒你。 哇！等阵间一落就得啦。嗯，佢系好甜嘅呢个。好甜系咪？系啊，佢有一种甜味，煲汤好啱。哦，我以为会好苦。佢系甜嘅。哦，我因为萝卜糕，但系萝卜糕唔甜。萝卜糕唔甜咩？你觉得？唔甜，我觉得唔甜。清甜，即系广，我哋广东人就会觉得有啲啊，煲汤就会有种甜味咁咯。啊。 哦，系咁啊！睇下你嘅成果先，验收下 ，OK 喎。将啲水全部倒落去个煲度。OK。系咪好甜？
原來阿Chris的GS都幾有天分。 煮熟了之後可以吃，因為打邊爐。 因為我們通常跟他解釋一下打邊爐是怎樣，我們就真的買回來之後煲一個湯，然後就所有食物放進去，煮熟它之後就夾出來吃。講一下先，首先我們都準備了一些大概香港人，我們有時打邊爐都會吃到的東西，例如一些響鈴、丸，通常我們就很喜歡吃丸，然後一些牛肉。 菜，這些啦，其實我今天很想給你試一些例如牛柏葉、豬紅，這些我們真的打邊爐很喜歡吃的，但是真的買不到，唉，不要緊，遲些有機會來香港或者有機會再買到，我就給你試一下，今天就用來試初級版，我覺得你都可以接受到的邊爐先，你喜歡吃什麼，放進去，煮熟它就拿來吃，打邊爐呢，我們香港習慣，一年四季都會煮打的。 沒有說一定是冬天的，例如夏天我們都會開冷氣，為了打邊爐開冷氣打的，因為我們就很喜歡打邊爐的文化，除了因為好味之餘，是因為一班朋友很開心，我們一邊打邊爐就可以一邊吹水，我們可以吹水，那是會更加享受這個氣氛，除了食物之外，其實氣氛都是一個文化，我們開餐啦，我覺得Chris可以試一個魚蛋先，OK 這個是不是？入，厲害。熱是啊，我熱，因為打邊爐通常都是這樣的。好熱是啊，我真的很熱的，魚蛋好熟。你有沒有吃過魚蛋先？沒有啊，你第一次吃魚蛋啊？你覺得怎樣？是不是沒有魚味啊？有魚味啊？有魚味啊？我覺得 口感有啲奇怪，但係個味道好好食，係啊，蛋係咪？係啊。我哋，你下一個你會想試咩？豆腐。豆腐花。呢個你上次食過，你小心啊！呢個因為今日呢個邊爐係好熱㗎，你要真係be careful去食。OK，不如我等下先。等下先。好熱。 暫時打邊爐對你來說是好熱，我聽到了，好熱，好熱。OK，我現在介紹一個你剛剛完全 no idea， 真的不知道什麼的響鈴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真的挺好吃的。響鈴，響鈴時間。響鈴，是的，響鈴。
嗯嗯嗯，我都係，即刻浸一個嚟食先。我唔以為會咁好食，我中意。所以你係響寧係中意食嘅，中意真係中意，識食識食。打邊爐啲嘢未熟嘅時候，我哋就會傾下偈咁樣咯。我知阿 Grace 今年就係而家嚟緊 A level 係咪？嗯，點啊？好驚，好驚，嗯。所以各位可以在下面留言同阿 Grace 打氣，因為今年佢做嚟 A level 就比較大壓力。我哋可以留言支持佢，你 OK 噶，相信自己，最好啲。問下啲觀眾，唔知你哋覺得打邊爐你哋一定會食啲咩咧？我就一定係食響寧嘅，真係好食。冇咗響寧一定係爭飲啲嘢嘅。咁我哋而家可以你嗱，你夾一嚿擺入去試下，然後你就咁樣。通常我哋可以最 classic， 你見睇電視劇啊，好經典，就係咁樣啦。叉住條腰。通常你見好快噶，你見佢一變色咧，咁就食得噶啦。係啦，吹吹吹。嗯嗯嗯嗯，真係好食。原來香港菜咁好。係啊。嗯。個蓮藕係啦，蓮藕，你開你而家食緊，係冇得意啊，佢嘅 texture。嗯。有啲硬，有啲。係啊係啊係啊。爽。牛蘿蔔咧？唔中意啊？點解咧？你有啲苦係啊，我以為係苦，但係真係有苦。啊！你以為苦真係苦？同埋其實我唔中意蘿蔔糕。啊！蘿蔔有好重嘅嗰種。OK。我要咗聲。咁所以每個家庭啊，或者每一個人打邊爐食咩都係好唔同嘅，係冇一個 standard 喺度嘅。認識唔同嘅朋友、唔同嘅家庭、有唔同嘅打邊爐嘅。不同的菜式咁樣咯 ，challenge 你要聞一聞佢一啖味先。腸其實有些香港人都不吃噶，所以如果你真的吃到咧，你就真的 really awesome。嗯，好腸，好啖腸味依、這個真係。睇今片的你不知道中唔中意食腸？好似可以啦。味你 OK？ 嗯，竟然你係接受到大腸啊！竟然真係 OK 啊！哇 ，Grace 非常之厲害啊！哇真係白蘿蔔唔中意，大腸係叮叮。阿 Grace 有今日最中意食嘅係邊一個？香檸。檸係啦，香檸，你一定要記住個名，你咁中意食佢。香檸，香檸，香檸係排行第一嘅。咁、最真的接受不到不喜歡吃的蘿蔔，蘿蔔是啦，這個白蘿蔔是噠噠 OK， 估不到，真的估不到，大腸都 OK 是吧？嗯，真的估不到，估不到。OK， 講我哋食完飯，我想話多謝曬你哋，打邊爐真係～好好吃啊，同埋好熱，好熱，好熱，真係。阿 Grace 不停，但係好好食，最多謝。係咯，我覺得每次煮即係俾你食試食依啲嘢，你都中意，我都覺得好開心。真係你煮嘢煮得好好，多謝。其實個打邊爐我哋都係擺落去，個湯底係你煮嘅，都係咁樣。OK， 咁。多謝，我要收手，拜拜！真係今日玩得太開心啦！如果你哋中意呢條片嘅話，唔該俾一個 like 我，同埋訂我嘅 channel， 訂阿玉同埋三三嘅 channel 啦，同埋如果你想支持我嘅話，我會放我嘅 PayPal 喺個 description 入面，所以你可以去支持我。多謝曬你哋啊！係啊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！